是感觉讲多滴哦，感觉未歹嘿，但是有些地库瓦黑呗，对，我妈妈也有这款感觉呗。回头门庭拢无去啦，哈，哎呀，加减有些有这款感觉吼，啊，但是你无啊地条条的原因要讲一下无？今日照你讲，应该是爱。哎，安尼吼，规个来嘿，来讲见面，较爱水啦吼，啊，就啊就办大年头装啊，啊，较爱水啊，年头拢得啊足久的时间哦，啊，就当啊，搁拖哦，拖，还说变安尼较白啊，无啊地者啊。安尼你要安尼小甲无啊小提起来者，好不好？我看到底是有偌白好无？有偌白啊！哎呦，真正有白呢！对啊。妈妈是几岁？精灵？62岁了哈。那其实，在你心目当中哈，这个妈妈的这个形象，其实一直让你觉得说，妈妈其实是很爱漂亮的。对，从小的记忆就妈妈很爱漂亮。嗯、对，她三不五时就是会自己打扮漂亮。啊，女儿像我们嫁出来的女儿，她就会偶尔还是一样会买一件裙子跟衣服啊。只要看你的灯来贴哈，妈妈我给你穿。嘿，啊，就妈妈就是像我们都已经长大了，都为人母了，其实有时候。跟妈妈就互动会比较少，是、嗯、对啊，就会去帮妈妈添购一些衣服。听说今天的这身行头啊，马西蒂三个女儿的结晶吗？对，好幸福，很幸福哟、哦。大姐被大姐都是负责买上衣哦，买上衣、二姐都会负责买一些裤子啊、裙子啊，啊，像我就会去买一些鞋子。哇，来看一下，给你去三回哦。这个鞋子好亮，很亮，精灵哦，精灵的。啊，精灵买给你的哈、哦啊，哇，妈妈嘛真福气哈，生一早囝哈，都加油，嘿，加油好，加大心哈、嗯，啊，你有好生无？有啦，有好生哈、哦，啊，那忙着赚钱啦，养孩子啦，所以我都讲诶，有没有错？没错，可是这样我们会被攻击，没有，我们很多男人还是很这个贴心父母亲的，是啦，对不对？比较忙在工作，真的，有的时候这个比例上哈、嗯，尤其台湾的社会，我们还是赋予男性朋友比较多说啊。你得出去拼，对、啊，家里面熬汤，我来处理就好啊。没错，好。不过妈妈吼，真的就是说，你的记忆里头，妈妈真的是非常的这个爱漂亮哈。哎、欸，我们来看看，你说这个是大概是几年前你跟妈妈的照片？那個、大概、10年前吧。十年前哈，对，那阵你嫁人啊呗？那阵我嫁啊，你定嫁啊？小英啊，哈，哦啊，妈妈迄阵呢，妈妈比我年轻，很漂亮哦，哦 ，NG 点一个哈，啊，上主要吼，甲今妈会改变，其实妈妈的皮肤真水，对，嘿，你有感觉你妈妈的皮肤真水无？对啊，嘿啊，哦，阿伯，迄个斑斑点点呐，吼，阿哥会发光安尼哦，但是今妈差别差在倒。差很大的地方，头发啦，再无话要低调调，眼里吼，哎，安尼暗砍啦，暗砍，哎，无砍袂用啊，就无去腻的，看起来感觉讲较无精神吼，来看一下，甲老公甲安娜达出去，讲嘛爱低无啊，哎，安尼无话几落顶吼，有啊，哦，看一下，恁老公几岁？哎，68岁哈啊，老公把地婆啊，你也地婆啊，要去迄落坐高铁啊，啊坐高铁哦，高铁拄好出来哦，阮女儿大女儿带我们去坐那个高铁，是哈，坐高铁去佚佗就对啊哈，好，啊咱来阁看一张嘛是，这张应该是去别位啊吧，这张是，刚刚是坐高铁去耍。哇、哦啊，恁都爱坐高铁呢，四界爬爬走哈。哦，好，今仔日啦哈，我们让妈妈哈再重新这个回着年轻哈，到回到年轻。那其实伊都是在无啊地调，就是没有办法脱下来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如果头发白了。他就希望给他挡起来。对对，哎啊！现在很多人其实这个面对白发，这个白发不要说是妈妈年纪大，像我们也都会，我们也都会啊，我也会有白发。是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说，其实最重要就是，如果发色，我们其他弄也在争嘛哈。对啊，发色哈，直接人家白色出来，那的啊嗨呀，你那一看起来精神就很不好，哎，感觉也很不好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完成一下，让这个精灵觉得说，我要养妈咪啊，你自己也要很。样妈妈也要很样，对不 对？我们来做一个挑战，好不好？好，给你妈妈吼，穿大早镜、第二早镜、第三早镜，规身躯给打扮个遮水，啊，咱吼让她回复到10年前，好不好？今仔日来，妈妈要
和你逗笑脸十回，你袂咯？哦，真感谢，真感谢吼。啊，上好那也是吼，就是让妈妈可以快速的恢复到年轻。对，其实妈妈现在就是说，哦，那个美容院啊，坐袂掉，坐啊久啊，所以都一直想讲啊，无我个治的就好啊，咱给他改变一下。好不好？今仔日呢吼，咱有这个染发达人啊，跟咱的早间爹爹辛苦边，跟咱洗阿个一个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吼，跟妈妈讲一句，妈妈我爱你啊，妈妈我爱你，安妮拉就安全就顺眼，那现在邓来挑战一下，好不好？来持续锁定今天原地大战哦，就邓来。